早上好，朋友们，猜猜我今天在哪里？没错，就是在美丽的三亚。去冲浪的路上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诡异？为什么这么慌？但小伙伴们跟我说，穿过这片诡异的废墟，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，所以我们期待一下。海王要出海了，这边存板的地方是不是也非常的诡异？对，有点诡异，但是没关系，朋友们，看海板吗？你不难吗？这边隐约已经可以看到海啦，朋友们来感觉啦，阳光、沙滩、帅哥、美女，来我的冲浪初体验，这里要走。你知道吗？好吧，那么今天的冲浪 vlog 就告一段落，到最终也没有非常成功的站起来，但是站起来了。好的，教练说我站起来三秒钟，那我们就宣告今天冲浪成功，然后下次有缘再来体验吧，拜拜。